汽车的出现不仅将人类自由驰骋的梦想变为现实，更为交通、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强劲活力。在中国，伴随着经济崛起的步伐，中国重汽长期助力国防事业与社会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奏响了民族工业的强音。重卡领袖，引领行业潮流。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是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集军车及特种车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承担着中国重汽未来发展的战略重心。面向军品及民用特种车市场，建设全国一流的军车和特种车生产基地。特种车公司现已建成涵盖物流、生产线、检测线、道路试验等的完整特种车工业链条，其中生产线为国内一流的自动化、电气化特种车生产线，整合车桥、发动机、变速箱、驾驶室、特种车车架线为一体，配备穿孔机、折弯机、铆接线等大型设备，工艺水准全国领先。独立驾驶室装配线可同时制作普通车型和工程专用车型驾驶室，提高了装配线效率。检测线实现自动化检测，数据准确，效率高，是国内先进的重型汽车检测线。物流系统采用分层管理，结合信息化管理、配件供应、存放信息准确无误，实现了效率最大化。依据车辆实际操作环境建立起的多功能道路实验场，模拟鹅卵石路面、搓板路面、扭曲路面、石板路面等，对车辆进行实战检测，完整而严格的特种车产业流程的建立，为产品品质性能提供了可靠保障。技术为王，智力产业创新。技术革新是企业进步的核心动力，中国重汽拥有技术发展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一类汽车研究所，汇集了国内最优秀的重型汽车技术人才、一流的试验设备，创新能力国内领先，产品开发能力已迈上了生产一代、储备一代、设计一代的新台阶，与中国重汽技术驱动战略相一致，特种车公司形成三大核心技术体系优势。一、整合研发平台优势，即产品整体研发核心技术及各大主要总成部件自制能力，本企业全部掌控，整车联动提升远远领先竞争对手。二、全流程四统一优势，即统一技术思路、统一规划布置、统一工艺手段、统一质量标准，全程管控，技术转化高效准确。三、高端专业人才优势，即完善的产品研发团队，涵盖重型汽车所有链条，使中国重汽在国内重型汽车产品研发方面独具领先优势。军车品质卓越成就品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公司坚持以军品树形象、用品质打市场的市场宗旨，依托集团公司强大的科研开发支持，借鉴国际前沿技术，坚持越野性与乘坐舒适性同步提高，满足不同用户各种需求，开发、研制、生产具有国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型特种车，
成为覆盖军用民用两大领域，囊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业先行者。为做优做强特种车，特种车公司积极培育和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模块化生产特点，形成适应个性化多元需求的自主研发、变形设计和产品改进能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形成全球采购、快速组织社会配套资源、快速达产的整车装配能力，以快速反应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以及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建立完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在行业内较早通过 ISO 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军标9001A-2001质量体系二方审核、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认证，第二炮兵装备部国军标9001A-2001质量体系二方审核，并列入军品合格惩治方名录。济南特种车已经形成国内领先规模的军车生产能力，主导产品包括10x10、8x8、6x6、4x4系列全轮驱动越野汽车及8x4、6x4、4x2系列特种汽车等，功率覆盖范围220至550马力。豪沃系列军用车是综合运用当前世界先进的汽车技术，选用成熟可靠的总成零部件而研制开发的具有国内最高水平的重型全轮驱动越野汽车。多年来，特种车产品除全面服务于军方市场外，并在民用市场取得广泛应用。豪沃全驱车以军用标准配置，整体性能更优越，安全性更强。豪威非公路自卸车、豪威内燃低速牵引车、威洛工程勇士、威洛长头牵引车、豪沃斯泰尔全轮驱动系列、四开门消防车系列、机场除雪车、原木运输车、消防车底盘、代式输送车底盘、油田专用车底盘等30多个品种产品，广泛服务于工矿企业、油田、港口、钢厂、工程建筑等全国24个系统用户和行业。此外，特种车产品远销非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了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卓越新品，创新赢得市场。特种车公司以不断的创新能力与产品研发能力，持续引领行业变革。2012年推出两款新产品，威洛工程勇士与威洛长头牵引车，备受市场好评。结合矿区与公路两种作业模式而专门设计的威洛工程勇士，继承了豪沃自卸车底盘动力强劲、油耗低、承载能力强、高可靠性等诸多优点，更拥有以下更出色的特点：工矿与公路两用，符合国家公告法规要求，适应性更强，克服矿山类车辆无法在公路上行驶弊端，无需二次转运，降低成本。骨架蒙提式单边驾驶室配置，全金属框架结构，可靠性强，重量轻。全新组合后视镜搭配驾驶室全后照明灯，消除视野盲点。单边驾驶室开阔视野，确保高安全性。针对工程自卸，匹配高位全金属保险杠、中冷器保护栓，大幅度提高车辆的通过性和安全性。前悬挂采用钢板弹簧加捧式减震器加稳定杆，后悬挂对微型推力杆总成做了全面提升，前后球销总成全部采用向心关节轴承结构，提高了耐磨性，使微杆寿命大大提高。
维修方便，成本低，与好我自己车通用性较高，舒适性、安全性提高，匹配发动机冷却液预热装置，保证发动机低温下快速启动，匹配制动鼓冷却降温装置，提高车辆在下坡等复杂工况的制动性能，匹配驾驶室辅助暖风、小型卧铺以及空调等配置，极大提高舒适性。离合系统采用430型拉式磨片弹簧离合器，免维护，无需调整离合器间隙，磨片弹簧压紧均匀，系列化开发，匹配重汽300至375马力中国重汽发动机加豪沃变速箱加 AC16 铸钢桥的黄金配置，3200毫米至4300毫米六种轴距车型，全方位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控制系统采用 VDO 电气系统，智能化操作，人性化界面，安全高效。进气系统采用旋风预滤器、油滤式滤清器、纸质滤芯式滤清器三级过滤，可有效保护发动机，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转向系统采用 CF8098 方向机，使整车转向灵活、安全可靠。转向油罐带有加油滤芯装置，罐内设有滤芯，查看油位与加油可同时进行，操作更加简单。制动系统采用威伯克制动系统、沃兹快插接头和 EVB 辅助制动，有效保证制动系统安全性。喷淋水箱有效缓解制动蹄片和制动鼓制动热衰竭。长头卡车与平头卡车相比，不仅高速燃油经济性尤其优越，而且具有更出色的安全性、舒适性，是炼化运输、危险品运输、冷藏运输等特需客户群体的首选车型。因此，国内长头卡车市场需求空间巨大，是未来热点车型之一。特种车公司经多年研发攻关，推出的威洛长头牵引车系列，以四大集成优势引发产业关注与市场追捧。一、轻量化设计，牵引车轻量化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在保证汽车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汽车的整备质量，使得整车装载更多的货物，空载回程时能节省燃油。威洛长头牵引车整车结合慢的新技术，采用轻量化设计，整车自重可以达到8.2吨以下，为用户提供可观的经济效益。前悬挂系统采用慢技术带复合式衬套的少片前簧，并设计增加橡胶复簧，降低了整车的自重，减震效果提高。铝壳长头车专用直插式豪沃 10CL 或豪沃 12CL 变速器，降低整车自重，换挡机构简单方便省力。前桥配置七吨浮潜式磐石制动前轴，后桥采用 MCY 系列13吨单级紧速车桥，降低整车的自重。采用铝合金轮毂，性能优越，实现轻量化。二、全面采用德国慢技术，大幅提高整车可靠性。威洛长头牵引车在豪沃 A7 的基础上，采用德国慢的技术进行设计制造的一款具有美式风格的长头牵引车。发动机可选用德国慢高压共轨发动机，动力强劲，高效省油，发动机前置维修保养方便。悬架系统采用德国慢前后少片簧结构，满足使用条件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整车的自重。后桥采用慢 MCY13 系列单级紧速车桥，该车桥承载能力强、自重轻、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车架采用 TJ 系列车架，重量仅承载力强，纵梁为单层梁，横梁采用大跨度连接板，使得车架受力均匀。三，更多提升，安全性大大增强。引擎罩采用流线型设计，能有效增加碰撞吸能溃缩区，安全性大幅提高，同时风阻系数小，燃油经济性好。驾驶室合理匹配后视镜及下视镜，提高了驾驶员的有效视野。采用国际著名威伯科制动系统，快插接头为 WOS 接头，同时可采用 ABS 加 ASR 加 EBL 加 TPM 加 EVB 加磐石制动器的全方位电子制动系统的全面应用，有效保证制动系统安全性。转向系统采用 CEF 8098方向机，使整车转向灵活，安全可靠。驾驶员可根据自身情况调节方向盘上下高度、前后位置，大大缓解驾驶员的疲劳强度。大尺寸双色行车电脑实时提供如档位等丰富的行车信息，方便驾驶员准确及时地了解车况，提高安全性。四，更人性设计，空间舒适性。驾驶室后置有效减少底盘冲击，舒适性高。驾驶室后悬单侧单螺旋弹簧筒式减震器，并可以选装空气弹簧减震器，舒适性好。内饰整体提升舒适化、轿车化，全屏地板，无发动机罩凸起，驾驶室内宽敞舒适，驾驶室地板低，上下车方便。折叠式上卧铺、下卧铺，更实用、更人性化。座椅采用善德卡座椅，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最大极限地保证驾驶员的舒适性。品牌服务时刻保障客户。为了适应市场快速发展要求，提升营销系统效能，特种车公司以诚信为本，以为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创造盈利空间为营销理念。